알바. 执迷不悟，是执上固执，是执上固执吧？随便啦。有意思，终极铁客人一年指数最多不超过50000点，你在这一瞬间将自己的一年飙高到超越自己的极限。不管你是否能够狙击我，你的身体会负荷不了的，快停止吧，一定要阻止你。你能过去帮夏侯吗？理论上不是能不能，而是敢不敢的问题。看样子盟主和我想的一样，用我们体内的慧眠异能来冲破夏侯终极铁客人强大的冻结力。是啊，用我们异能者保命用的混元异能来孤注一掷。兄弟，不用说太多。等一下，还有我们铁时空的首席战斗团东城卫。大家，夏天，如果你不在了，你想我会复活吗？对啊，还有我，我再怎么爱计较，也不会让我自己的弟弟独自来送死。可以不顾自己的身体，却也让我见识到这时空不可思议的浑圆无极，所以我也只有继续了。有生之年能看到火焰使者的绝招，也是死而无憾了吧。炎牙自变，万物归